今天九月二十八号。今天我十点半起床，我先洗澡，然后吃早饭。下午一点我有课。现在我正在开车去大学。我家到大学不太远，但是很堵车。有时候我开车去大学，有时候我坐公共汽车去大学。泰国天气非常热，我终于到大学外边的寺庙，将近一个小时。下午三点下课了，下课以后我跟朋友一起走大学外边的寺庙。我在开车送我朋友去他家。他喜欢唱歌。拜拜，再见了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曼谷的车流极其堵车。现在下午四点三十五分钟，我到家了。咦，他们是我的小狗。他是爸爸，他是妈妈，妈妈，他是女儿，女儿。我在吃菠萝。从晚上八点半到十一点，我常常看电视。现在我觉得很累，我需要睡觉。